又没零花钱了，我容易吗？老婆，你把辣子取到了，辣子都满了。一会儿再取。太多了，放在门口太臭了。等会儿嘛。快点，很臭的，真的，快点，快点，出来，出来。烦死了，你不能取啊！哎呦，你勤快嘛，这个肯定要你来做。真是的，你会啥？你看，你看，都三蛋了，你说多不多啊？太臭了。太臭了，你扔啊！你吃了啊。我在门口等你啊。谁让你等嘛 ？Later。老公，快快快快！怎么了？你快来。咋了？你看这谁贴了？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不知道啊。你欠钱了是不是？没有。人家都贴门上了，你还犟？你咋回事啊？我真不知道啊。那你赶紧拿下来啊，万一被邻居看到了，多丢脸啊，对吧？快快快快，快快快！还有一只。快点快点快点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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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说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那我人家怎么贴你家门上了，不去贴别人家门上啊？你是不是欠钱了？我没欠钱啊，我怎么知道？是不是你欠钱了？我怎么可能欠钱？我肯定没欠钱啊。你信用卡花呗什么的没欠？没有啊，我又没有刷信用卡什么的，是不是你欠了？你赶紧说。我没欠啊。别支支吾吾的，你快点跟我说，不要急死我了。那我跟你说，你可别打我啊。你快点说，除了你还有谁啊？是我欠的。你欠啥了？我欠按摩3000块。按摩？嗯。3000？嗯。有病啊，病，你有病啊，你有病。干嘛呢？你不是说过不打我的吗？那你为什么欠那么多钱，还3000？哎呦，又不是一次的，是过年到现在，我私房钱不是都给你拿了？我跟老板熟嘛，我每次就欠着，那我可能欠多了，老板现在过来要了呗。那你没钱就不要去按摩啊，按什么啊？那我不累的，我就是累的时候去按一下嘛，腰疼。你去了几次啊？差不多10次呗。难怪每次去送货要去那么久，我说人去哪里了啊？哎呦，那怎么办呢？欠那么多钱，还按摩，按什么摩这么贵？就是按背啊，我不是腰疼吗？没钱就别去，还好意思。那你说现在怎么办？人家都要上门了。3000是吧？对啊。我马上转给你，你赶紧给我去还了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耶，3000又到手了。